满满的人情味，充满特色的地方小吃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的市场文化。相较于著名的观光景点，我更向往的是接地气的文化之旅。我是耀伦，一位住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。你今天怎么看起来这么容光焕发？是要去相亲吗？还是要如何呢？不是的，别乱说。我现在真的是小鹿乱撞，不过不是后面那两只小鹿啊。是你小鹿乱撞？难道是因为看到我？我知道我当然很帅啦，但也不用这么公开的表明吗？老师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我说的是今天的另外一位主持人。什么？有另外一位很帅的主持人？对。是谁呢？他应该快到了吧？真的哦，我们来看看在哪呢？好紧张的。好，就在那边。走，到底是谁？谁这么帅呢？我看到我好紧张哦。哎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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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的是很帅。好，我不得不说，我输了。那就欢迎我们两位来，今天就来到我们的天母区哦。那今天很开心来逛我们的这边天母的市场。那来到天母，我觉得。不免俗，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天母的由来哦。为什么叫天母？是因为当初这边有人创立了一个宗教，跟天母有关系。对，因为他们当时合并的就是日本神社的神明是我们的天照大神，那跟台湾常见的妈祖，他把它合并起来，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，叫做天母教。所以那个庙里面有两个东西，两尊神的意思。就一尊神，他把两个神合并成一个神明。好酷哦！对，然后就刻了一尊新式的妈祖像这样子，然后就称为天母教，就在这边了。那加上他们当时因为有在这边开发这边的温泉来营运，所以有资金，所以你发现人民可以来这边拜拜，然后就可以来这边泡温泉，有娱乐的效果，所以很多人就来这边拜天母。了解了解，所以这地名就长期留下来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所以就变成天母区。日本政府离开之后呢，这个天母教就也不见了，对对。但因为这一区后来接着是美军来到台湾之后呢，他们也进驻在这一区，所以他们宿舍都盖在这边，所以你看这边以前就有日本的文化，那加上后来有大量的美国人也进驻在这边，但再更进一步就是这边进驻了日本学校跟美国学校，对，所以你会发现天母区很特别，它虽然在我们的台北市，可是一直以来都是台北人心目中的一个异国区，没错，对，有很多日本文化、美国文化，对。那一样，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市东市场也是，它虽然是一个台湾的传统市场，但是它就有很多比较精品时尚的东西，那有一些异国文化的东西，我们待会就可以一起来看看。待会第一摊一定要先去拜我们的11号摊位。11号摊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应该是这边的地头蛇。我觉得来这边你不拜会它，你这个市场应该很难继续逛下去。真假的是不能够进去的意思吗？就是一定要他同意你才来逛的样子。我觉得他很重要。所以等一下，那你就走前面好了。对，然后对老板要客气一点，这样子。要客气气是不是？低声下气啊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可以。那我们就来看我们11号摊吧。我们往前走，走吧，走。原来对，有看到11摊是什么吗？明白了，是这边的地头蛇，没错。好，这个就是基本上，其实在台湾每一个传统市场一定都有一个这样的位置，就一个他们专属的神明。对，那这个神明通常就是保佑他们，不管是平安啊，甚至也有到发财。但比较有趣的是，因为大部分的市场会拜都是财神或是土地公，土地公对。像我们的市东很特别，他们拜的是玄天上帝。对，就会更有一种就是要守护他们，要捍卫他们的感觉。因为大家知道，玄天上帝在台湾的传统信仰里面，他就是一个有持剑，然后脚下踩着蛇跟龟的样子。对对对，他就是一个比较是斩妖除恶的形象。对对对，斩妖除恶形象，所以他这边更有一种就是守护这个地盘，守护大家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但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先来拜个码头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要来逛我们的市场的。这样我们今天就可以逛得比较顺，比较安心，这样逛得比较顺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办完它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来逛我们的市场喽。Okay. 好，我们就继续出发喽，走。你刚刚没拜，所以你会跌倒。有，我先拜过了。有，你不要搞不好。
好，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这间是我们的123饺子馆。123饺子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个饺子有一点眼熟，有一点有，跟我上一次在那个东山水市场，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啊、哦，所以水饺会长得很像，对，就一样，因为他们有很多颜色，对，没有错，然后有很多不同的馅料内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知道这个。这个是那个胡萝卜是吗？胡萝卜那行的，哎、欸，还记得、欸？谁说我是金鱼脑的？那还记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对不起。绿色的菜，那个是胡萝卜叶。我要血刺，我让他金鱼脑这件事情。所以它跟那一边就是一样，所以吃起来的味道也是非常厉害喽。有颜色的皮其实是我们老板应该他是首创吧，而且他对所有的食材都非常严选。欸、他们家的饺子是真的很好吃，我觉得那个肉非常的扎实又很大颗，里面馅料又特别不一样，因为它上面也都是一样有写嘛，就是有鲜虾、干贝啊、其他，你看它有鲍鱼，他们家有自己的酱汁，他们有自己做酱汁，很认真。姐姐，这是你们自己的酱汁对不对？对，这是酱汁，这个配方是我们老板自己配的、啊，而且我们甚至还销到日本去，外销到日本。超酷，乌醋啊，他已经把那个比例调好了，就是乌醋香油也不死咸，然后非常好吃。那这个辣椒酱呢？辣椒酱是老板自己炒的，而且他是这个货是要老板有空才会有货，老板没有空就会缺货。老板真的很大牌，哎、欸、哎，对不起，老板真的没有，老板很自在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很喜欢吃辣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的辣椒酱，我都没有办法克制。好，姐姐，我有个要求，因为上次那个 Michael 哥他跟我讲说，他可以这样一抓，就是直接非常精准的那个水饺就出来了。那老经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学习一下。是应该一定一定哈，我有这个机会吗？可以。我们要进去了耶！好，我可以这一家吗？可以，姐可以吗？来看两位挑战。像这个皮拿起来啊，它是不是有纹路？有，它就用这个方向的纹路包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皮才不会显得太大。哦，所以说拿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先把馅料发在中间，尽量往中间，然后再沾水。这个水就是至少要半边，半边要有水。就把它包起来了之后，然后旁边把它粘紧，啊，两手对贴着这个皮，对不对哈？我们在手。其实是往后压，往后压，往后压，它就会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。那它这个周边，它就会都粘在一起。哦，对 ，OK， 然后就放上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所以两位要试试看吗？感觉很简单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对，真的很简单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，试试看吧。对，这是一片对吗？对。是一片，然后我们的成立吧，我们的皮够厚，其实我们的皮是比一般还要厚，没有错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包大颗，所以皮必须要稍厚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破。姐，我觉得这个馅料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刚好是吗？对，是。不要再逼我了，好吗？就是这样。你很好，对，然后就等一下，你刚刚讲说要哦要这样，然后对，可是我的馅太多了，所以没有关系。所以刚开始练的时候，那我们就不要放太多。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给你。可是它已经跑出来了，怎么办？跑出来的你就把它稍微压回去。感觉是云吞面的感觉，包个云，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要不然我自己出的，所以你就把它翻过来。我刚刚觉得我自己做的很好，结果没有这件事情，真的没有。你看到了没有？线出来了。你刚刚说我的线可以，那这样怎么样？我好，我把它压进去，这样子啊。好，你说这样子吗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对。OK，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放过来，翻过来，放在这边。哦，好吧，好，将就一点。不行，我再来一遍，我再来一次。好，再来一次。这样可以哈。好，然后就这样，对 ，OK， 然后这样子压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这样压，往下压，这样有没有像？这样可以哈，有哈。OK， 可以，越来越快 ，OK。要计时吗？对，要比赛的，比赛。Yeah。不好意思啊。压力。我们就要去看你咯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。那有什么心得？有什么心得吗？因为这个也蛮辛苦的，大哥也帮我。没有错。
因为我自己开餐厅，所以我也很明白这种感觉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坚持在做一些事情，那我们只是希望我们来用到的、吃到的客人、买回去的客人能够感受到那一点点小小的心意，那个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上一次去那东山水街那个 Michael 哥的那个幸福饺子馆，我觉得就是一样的东西，大家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健康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，姐姐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体验这一个饺子包饺子的乐趣，谢谢姐姐，谢谢。好，宁真，我们刚刚体验了这个包水饺的乐趣，那我们现在来问姐姐一下，姐姐有什么这个市场你有什么好介绍的摊位给我们吗？其实这里面每个摊位都有各有特色这样，那我们据我们所知，因为距离我们就比较清楚嘛，所以我们左右两边的这个都是属于熟食区，他们都很不错，而且生意都很好，然后远近处有很多客人都是就是慕名而来这样。那在过去那边有一家就是非食不可，就是它是属于牛肉熟食牛肉，对，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，去看看。好，谢谢姐姐，今天谢谢了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就这么近了这两摊，那就出发。好，那因为刚刚我们饺子店老板还有推荐我们的熟食，那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一间，是我们的八清炒卤。那就请老板娘让我们介绍我们家的特色。这家店是我老板弟弟，他就是之前到大陆潮州饶平那边去学的。那因为他知道台湾很少有卤鹅，对，这种潮州卤鹅，对，所以他就想说做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美食，因为潮州卤水很有。对，那我们大概半年前开店，那我们好吃的就是我们的卤鹅这边可以试吃，然后还有那个鹅杂、鹅肝、鹅胗、鹅心可以用老卤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卤豆皮。对，那它这边商品就是我们的那个麻辣臭豆腐鸭，这个也卖的。几乎你们摊上的东西都可以试吃就对了。目前是走鹅肉、哦、就是鹅肉招牌啊。那鹅肝鹅胗也可以切给你们，也可以切给我吃。对，好，还是我们请师傅切一些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口感，看看味道如何。哇哇哇哇！那个辣椒酱是我们自己炒的，那个买鹅肉是辣椒酱，这样子。哇，这一盒告给你。辣椒酱真的很辣，对啊，超过能极限的吗？酸菜是我们自己炒的。不知道等一下小白哥会预备水给我。那真的很辣。你们要试试看吗？我不敢吃。我发现台湾人真的对辣的接受度没有到非常之广泛。马来西亚比较爱吃辣，马来西亚很爱吃饭。对，要。台湾比较没爱吃。免费的我都要。免费的我都要。有看到重点吧？有看到。它很特别，因为台湾比较少这样的就是调味方式，因为他们真的是中国学的。吃什么都吃，脖子也吃。来，来这边，请，是一人一只的意思吗？真的是这马沙里哦，好。哇，鹅肉来了。看看啊，弟弟去了潮州，对，学了之后回来。因为那边的乳鹅是那个狮头鹅，和台湾是有人养狮头鹅，但是都是养来观赏。它其实真正台湾市面上吃不到狮头鹅，因为鹅的品种不同，所以老师傅教他的方式并不是用台湾的那种鹅肉，所以他自己也研究了很久，也苦恼很久，最后才用台湾的鹅肉品种。从研发出来口味这样，而且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他其实。很香哎，味道都卤进去了，对，肉吃起来非常香，但是吃到好吃的都会这样子，正常。对，东西好是正常的，因为是真的很坚持，很美味，对，没错。完美。那我刚才看到隔壁店好像跟你们也是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爸爸妈妈啊，对他们，他是熟食，就是我就是都是做熟食的。那为什么中间会有一个亲字啊？是什么意思？我妈妈叫林淑清，有个亲字，所以。对，我弟就想说，对，两边都有用妈妈的名字来做，对，然后 logo 也是比较相似。是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支持，下面都是孝顺的人，对吧？对啊，我最爱这种有故事性的东西。谢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去爸爸妈妈那一间喽，好不好？来隔壁看一下，来移动一下。移动了，谢谢，谢谢。
好哟，我们来到这边，这里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是我小时候爸妈妈就有的那个阿信寿司。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你从小吃到大的意思吗？对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那个狮子头这么大一颗，你怎么吃啊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开玩笑。对，然后我们家就是做熟食的嘛，所以过年过节，大家现在人求方便嘛。来这边买年菜之类的，对，其实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呢、啊，真的都好方便，就是不管拜拜也好，或者是过年都好，大家都是准备这样子。那不像我们那边，我们那几乎都是自己要在家里面煮，然后分量拿捏，你要很难，就一煮就要非常大。对，因为像年轻人很，对，他会去做。不太会，对，像我就不会。对，好，那我刚刚看到一道是这个吗？这是咕老肉，对，你很棒。我上次对着他讲说，我最爱吃的这个东西叫东啊，然后我拿的是东坡肉，然后讲说这是咕老肉。今天来翻盘，对，我今天谁讲我是金鱼脑的？这就是东坡肉，对，对吧？东坡肉切片，然后这、就是切片，应该是那个梅干扣肉啦。哦，梅干扣肉，可是它非常大一盒。我、哦、这很可怕，这很可怕。是吊锅食材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觉得我非常想要吃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也卖得很好。狮子头，你在看？狮子头，我刚刚一来就看到它。还有另外一个东西，我来台湾最爱吃的就是油饭。一定要吃油饭。对。旁边有个声音进来，什么？帮我拿个炒面啊！来，炒面来。炒面看起来很好吃哎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来，大家来。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茄子，那个茄子看起来、哦、茄子看起来很美味哎。对。OK， 那我觉得说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这个阿青熟食跟隔壁的八青炒楼。为什么叫八青？我还是有点。我弟有去取过名字。祝你们生意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就这是说没有了，要付钱了。付完钱才离开。这多少？这一二三四五要多少钱？谢谢你们来采访，然后你们是马来西亚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然后他们都是在地人，台湾的，对，他们今天带我来玩，然后就是对，没有关系，其实真的也不用送，那要送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对，这个可以送画面吗？有带钱，我有带钱，没关系，我带钱，有带钱的，但是我可以买这一二三四五，你可以送我这一盒吗？这样子。这样够吗？够。哎呦，谢谢你，今天谢谢你，我就玩得好开心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那我们就往下一摊前进喽。那我们往，我们往下一摊。他刚刚讲说那个什么，他舅金三角那一边去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下一摊前进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刚刚经过这几天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一定要过来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摊位非常的干净又漂亮。是。然后他们只有卖一个东西，请问小吴。真的只有卖一个东西而已吗？你们？我有卖四样哦，牛腱心、牛肋条、牛肚，然后牛筋。哦，所以意思是说现在只剩下这一样。只剩下两件。因为其实我也开了一间餐厅叫妈妈 Say Yes。对，就是我希望大家来吃到马来西亚的东西，就好像回到马来西亚的感觉一样，就跟你想家的概念是一样。好，介绍一下你的牛，剩下牛腱而已。这块是美国牛腱心。然后一只牛只有两块，就是在我们的小腿肌的部分，是，所以它很珍贵。对，像它的，然后它的肉的筋跟比例是半筋半肉，所以口感上非常的软。因为我刚刚好像有听到有人说，就是你是凌晨三点就要起来卤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我牛筋的部分要卤四个小时才会透。小吴，你几岁？今年28岁的年轻人，凌晨三点都爬起来。对，我今天发一个通告，叫我7点起床化妆，我都好不愿意了。他就是职人精神嘛，是不是？想要把事情给做好的一个概念。自己本身也爱吃，真的假的？是，明白。相信你，有一定的要求。相信东京超好吃。对，相信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定有水准之上，是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牛腱，对吧？对，那是牛腱。牛腱，帮我切一切。好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它如果吃了会不会更软？我们来看看它的猪接着吃怎么样。哇，我们要很认真听。哦，这很厉害。对，因为它东西都卤，它汁都卤进去了。然后它就像他说的，因为它。有筋也有肉，所以就是有软的部分，有硬的部分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各种口感都吃得到，所以真的很适合
不如回家自己再去加面，就做成牛肉面，直接加一碗面下去，番茄下去就很棒。对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这间店是可以来到这边市东市场的时候必到的一间店，而且要争取时间点，因为它东西卖得很快。好，谢谢小吴今天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这里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边有一个活动中心，又是可以唱歌的，所以我们看到那种长辈们都来这里唱歌。像我去了好几个市场，我真的发现到这个市场它漂亮，它是这为什么讲漂亮？是因为它的那个所有的砍棒都不一样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设计。那我们去的别的市场都是统一性的，统一性没有不好，就一目了然，很干净。可是这里就是。好像真的在逛一个什么街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不同的招牌，然后慢慢逛，慢慢买东西，马推车，你不觉得很惬意吗？那种超市啊，或者百货公司啊的感觉。所以难怪这里曾经获得五星级，是不是？嗯，真的是非常强，因为就跟逛那种百货公司、超市的感觉一样，就是店面很舒适又很舒服，然后又有人气吹，然后后面有音乐。对。对。而且我觉得他们二楼的美食街的食物，虽然说没有到非常的多摊位，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子讲，是，但是他的客人都很多哎，有没有发现到？刚刚我们每一个摊位前面的客人都是满满的位，都坐满，生意都蛮好的。对，生意都好，而且这品质中午。好到那种，就是我们要点东西啦，那个老板都不肯让我们点。真的。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里蛮不错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其实，在市中市场其实逛了蛮多蛮有趣的摊位嘛，像我们早上去的那个，一二三饺子馆，包的还顺利吗？厉害，哇，我觉得很棒。对，你知道它其实那个力道啊，什么一大堆都要注意，是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好好的来买一二三饺子馆。然后后来饺子馆有推荐我们像旁边嘛，所以我们前天买像这个是八清哦，叫炒卤，炒卤，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鸭肉，我觉得他们那卤鸭肉，鸭肉真的很厉害，鸭肉很好吃，炒卤味的。然后他们应该是家族事业嘛，所以还有这几摊，阿清熟食，跟着阿清熟食。那你还记得为什么都是清吗？因为他妈妈的名字有一个清，妈妈的清字，对，然后我们都觉得东西也蛮好吃的，像今天他们特别点的这个狮子头。然后就是古老肉，对，你专门点的梅菜扣肉。然后最后一摊是，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没吃到，但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这个小吴的卤牛腱，然后店名叫非食不可卤牛腱，很好吃。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来市中蛮棒的，就是其实他们的东西品质都很好，然后其实摆盘也都弄得很漂亮，我觉得就蛮符合这个市场的风格啊，就是它的包装都很好，然后加上其实老板都蛮热心的，我愿意再来第二次，对，会愿意再来买的意思。也是很棒，对，会想带妈妈来逛，因为这里太舒服了。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吹空调，然后又可以用手推车，是逛百货公司吧？这里，对吧？我觉得逛市场吹冷气超舒服的。对，对，蛮棒的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可以跟两位一起来到这个市东市场，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因为就是你知道有朋友一起来逛市场，然后一起分享，然后一起去玩一些。好玩的东西，那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回忆。是我觉得说我来到台湾逛市场蛮开心的一次，谢谢你们。对，谢谢柯本老师，谢谢林真，谢谢林真耀伦。对，我是耀伦。所以呢，你看文化代表有多么好看，那我们会继续带观众走访我们的具有人情味的市集及市场。那别忘了来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
家好，我是依妮，我是玩味台北的主持人。我们现在推出了免费的美食护照，里面有我们之前拍摄过的餐厅，像是紫星市场啊、大稻埕货柜市场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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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店家，都可以免费吃好康哦。那要怎么得到呢？只要赶快追踪我们，还有底下留言，我们就会抽30位的幸运儿，让你得到这个好康。那底下呢，还有我们的活动资讯，以及我们之前拍摄的影片连结，赶快来追踪我们吧。